同学们，开始考试吧。好的，老师。我的画一定会惊艳全场。老师，我画完了。要仔细涂抹渐变色部分。老师，我也画好了。那我来打分了，简直和实物裙子一模一样。米粒的画得90分。谢谢老师。努力的好孩子。你的呢？我的天哪，我让你画裙子，没让你画毛衣，你的画不及格。明明一模一样啊。米粒，你获得了这次全球少儿比赛参赛名额，获奖可得10万奖金。谢谢老师。为了生病的奶奶和你自己，加油啊。应该获得参赛资格的是本公主才对，得想尽办法获得参赛券。对呀，给她来份大惊喜，被老师发现可就完蛋了。绘画大赛主持人，没人跟着你吧？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弄到了。没有本公主得不到的东西，这些钱给你。好嘞，这么多钱，公主果然霸气。记住了，不许走漏风声。放心吧。有请下一位选手。是他？这不可能，莎莎明明没有参赛券啊。分发参赛素材，你的素材是最优质的。你的素材？这什么呀？不想比现在就可以退赛。莎莎的素材丰富又优质，给我的却是一堆剩余破布头，这偏心的也太明显了吧。哼。1、2、3开始。这可怎么办？有了，利用布匹叠加呈现更多色彩。这么快，这样就弥补了材料不够的缺点。完蛋了，我该做个什么样式呢？完全没思路啊。卡壳了，我得暗中帮忙把著名设计师的图纸扔给莎莎。快接着。怎么办怎么办？这是什么？照做就好。明白，我做的一定得是最好的。好漂亮，这下我赢定了。照着图纸上的布匹颜色稍微缝合一下就可以了。我做完了，色彩艳丽又精致，坐等拿奖喽。什么？细节处要认真处理，再收个尾就差不多了。好美啊。主持人大哥，快帮帮我。可成品已经快做出来了。对呀，黑贝出马。看我叼走你的材料。我的真相盒。收不了尾，你的作品就是个残次品。我看你还能怎么办？趁机增添亮点。有想法了，用珠宝金钱装饰。高调奢华，你输定了。故事没有用的，绝不能让他们得逞。可没有材料，什么也做不了。鲜花，我知道了，冒昧借用一点东西。你要干嘛？借用一下您的鲜花。鲜花能做衣服？得抓紧时间。他干嘛呀？把鲜花做成小花朵，点缀在裙子上。裙子上半部分还是有些空。舞台上的窗帘布，我想到了。米粒，加油加油。把窗帘布编成一个蝴蝶结点缀上，这样灵动多了。绝不能让他赢，虽然我阻止不了他创作，那就从评委老师下手。米粒的作品太有创意了。各位老师，什么事？这可是南非最珍贵的宝石，只要你们为我打高分，这两颗宝石就是你们的了。好的好的，我们都为你投票。评选结果出来了，恭喜莎莎获得冠军。主持人等等，画手大大，观众朋友们，莎莎一开始贿赂主持人获得参赛券和现成的图纸，又贿赂评委为她投票，她欺骗了所有人，暴露了，快跑。品行不端的人不配站在这里。不要，别砸我们。快跑啊。我想这个冠军应该颁发给真正值得拥有它的人。你才是赢家。谢谢坏手大大，努力绝不会被辜负，绝处逢生让你赢得了比赛。谢谢大大，我会更加勇敢。该起床了。哦，今天被做了特殊标记，今天是妈妈的生日耶。给妈妈准备个什么惊喜呢？拿出我的全部存款，我要给妈妈准备最豪华的礼物。谁呀？本公主闪亮登场，满满金钱的味道，赶紧铺上黄金地毯，您快请进。接待的不错，自行车除了喇叭不响，其他到处都响，累死我了。你们好呀。又谁呀？这哪来的脏小孩，真是扫兴。我们走，臭死了。不理我，我还是自己进去吧。全给你。这得多少钱呀？这么大一箱。富婆人生梦要实现了呀，赶紧把我的钱也全交给他，这是我的钱。就这几个破硬币，
好精致的七彩餐桌，我要这个，我也要这个。你给我回来，这套破木桌才是你的。什么？这套桌椅早都报废了，为了妈妈的蛋糕，委屈一下吧。哎呦，快看呀，丑小鸭变成了四脚癞蛤蟆，好伤人啊。公主，您请用豪华桌椅，赶紧上素材吧。好嘞。这么多，顶级版套餐哦。小姐姐，我的素材呢？催什么催，又是废品材料。好的吧，就算是废品，我也要努力为妈妈做出最美的生日蛋糕。我们做完了，你来评评谁的更好。歪得多么的别出心裁，你的蛋糕必须打100分，我可是天赋型选手。小姐姐，我的怎么样？竟然还不错。不许表扬他，看我吹风机搞破坏，加大马力。怎么塌了？你的蛋糕太差劲了。不是的，到底是哪里出了错？自己笨，别怪材料呀。拖地拿去，打扫卫生去。知道了，我拖，请别赶走我，休想抢本公主风头。公主，我们来玩石头剪刀布，猜猜她能不能坚持到最后。姐姐，地我全拖完了。没那么容易过关，服务员，他既然这么喜欢拖地，不如让他一直拖。我不信他不放弃。丑小鸭接好了。好痛，我的脸，地又脏了，继续拖吧。只有公主才是最优秀的，让我来给你加把火力吧。我抛。不要啊，为什么要这样欺负我？你的表现本公主甚是满意。满意就好。丑小鸭的妈妈永远也得不到最好的礼物。你们不许说我妈妈。宝贝，妈妈回来了，怎么没人回应？房间里也没人。存钱罐，是谁砸坏了宝贝最心爱的存钱罐？孩子，等等，是米莉的哭声。最差劲的妈妈只配臭鸡蛋做生日礼物。别砸了，我妈妈是全世界最好的妈妈。不许欺负我女儿。邋遢大王。孩子。妈妈，他们欺负我，让我拖地，还用蛋糕和臭鸡蛋砸我。敢欺负我女儿，有钱了不起啊你们。自认为高贵有钱的你们，却做着最肮脏恶心的事。最恶毒的人就应该去蹲监狱。他们欺负儿童，立刻跟我回警局反省，你们罪有应得。孩子心灵受到了创伤，要弥补孩子受到的伤害。闺女，闭上眼睛，记住，你是最棒的。是呀，我是最棒的，最有爱的蛋糕送给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有你是妈妈最大的快乐。妈妈，我回来了。奇怪，妈妈怎么跟一个叔叔在一起？我特地为你准备了好吃的，你心意我领了，就不进去了。走了，一定要进屋坐坐的。妈妈和这个叔叔这么亲密，偷偷侦查一下什么情况？哼，都3小时了还不出来。我家多亏有你，很乐意为您效劳。你人真好，那我先走了，下次见了。这人可真是年轻有为。妈妈还给他钱，妈妈这个背叛者。贝尔。爸爸。爸爸你过来。怎么了？你要跟爸爸说什么呀？这事儿得偷偷跟你说。什么呀？我刚刚看到妈妈和一个叔叔在一起，非常亲密。和叔叔一起？你妈妈背叛了我。爸爸，这也太吓人了。跟我进去对质。一起惩治坏妈妈。人呢？人呢？你们回来了，累坏了吧？快喝点水。你是想毒死我换新的吗？你说啥呢？我为什么要毒害你啊？坏妈妈。宝贝，快告诉妈妈，爸爸这是怎么了？你自己做了什么你最清楚。你又怎么了？不想和你说话，别打扰我看电视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呀？难得周末，一家人散散心。爸爸，您听我说。又怎么了？爸爸，我想举高高骑大马。宝贝乖，坐妈妈肩膀上玩吧。你别碰我，我不要靠近骗子。爸爸，我们俩玩。好，爸爸陪你。不陪坏妈妈。孩子讨厌我，好心痛啊。还是爸爸对我最好了，嘿嘿。宝贝开心就好，飞喽。我给你们买了冰激凌，人呢？竟然丢下我直接走掉了，跑哪儿去了？
她是黛西阿姨，好温柔呀。贝尔可真是个小天使。黛西阿姨，我好喜欢你呀。阿姨也超喜欢你啊，宝贝。要是黛西阿姨能做我妈妈就好了。这，你黛西阿姨可是我的女神，你们竟然明目张胆破坏我家庭。谁砸我？我的裙子，你赔我新裙子。你这个疯女人。你打我。我没有和你分开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你为什么还要伤害黛西？我讨厌你，你这个恶毒的坏妈妈。孩子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妈妈？我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们？你走吧。黛西，有没有伤着？她打得我好痛啊。受委屈了，我给你擦干净。还给她擦？你过来。你不准靠近他！从此以后你没权利管着我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我当牛做马换来一纸离婚协议，我走，我走。做我女主人吧，渣男。黛西别走。阿姨，先回家吧。好的吧，一个妈妈都没有了。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快不行了。是他，女士，女士你醒醒。您好，幸福路十字路口有人晕倒了，急需抢救。孩他妈，怎么病这么严重？又是他。好担心呀。就是他。那个男人？他就是拐走妈妈的人。拐走？我的人你也敢抢？说，你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？不是的，就是你拆散了我的家。我好心帮忙，我招谁惹谁了？还敢狡辩？我有妻子。什么？你老婆请我吃饭，只是为了感谢我，帮她修好电视机。修电视？我们错怪你了。都是一家什么人啊？真是个大乌龙。我的头。妈妈，你们来干嘛？我们错了。你们？我们错怪你了。孩子，妈妈不是坏妈妈，妈妈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。今天妈妈就将冰晶花传给你。有了冰晶花，我就是真正的天使啦。踩空了我的冰宝。2022的第一场雪呀，巨型雪花，怎么飘进我肚子里了？好痛啊，我的肚子痛，救命啊，快救救我们。天哪，怎么多出个小孩？他眉间的冰晶雪花好眼熟，难道是刚刚飞进我肚子里的雪花幻化的妖怪？米果快过来，你才是妈妈的乖宝宝。刚出生就被妈妈厌弃，哼。8年以后，新的舞蹈书，好精致，谢谢妈妈。妈妈去做饭了。姐姐快来呀。怎么啦？快看舞蹈书，我们照着书上一起学跳舞吧。拉伸胳膊，快速旋转。雪花，我难道有超能力？要不再试一次，最大力。我真的有超能力耶。哇塞，雪花球发射。七月飞雪，姐姐，你是传说中的冰雪公主耶。我会冰魔法耶。嘿，好过瘾，我想展示更强大的魔法能量。有了冰冻魔法，冰冻整间屋子。冰雪世界，姐姐你太厉害了。嘿嘿，低调低调，这样不用出门，大夏天也能滑冰玩了耶。好好滑，姐姐快救我。米果别怕，我来扶你。姐姐你打我。这么大动静，米果怎么摔地上了？你怎么在发抖？冷，我好冷。冷？是谁冰冻了我的房子？对不起，果然是你。妈妈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让妹妹玩得开心。离我们远点，你个怪物。我不是怪物，妈妈您听我解释。别跟着我们。妈妈，是我害了妹妹。来喝口粥。放心吧，妈妈一定不会让怪物再欺负你。妈妈讨厌我，我是倒霉星。第二天早上，姐姐，妹妹你醒了。不行，我的魔法会伤害到你，我不能再靠近你了。这不是你的错。不要，你别过来。
好热，我的脑门冰墙。姐姐，快让我过去，不要这样封闭自己。你不是怪物，对不起，靠近我你会受伤的。我不会放弃姐姐，我要砸碎这冰冷的魔法墙。我姐姐不是怪物。糟糕，墙要倒了。什么声音？米果小心。妈妈快救姐姐。可害你受伤的正是她呀。对不起，我又害了你们。你这个倒霉星，立刻滚出我家。不要。妈妈，求求你别赶姐姐走。不行，必须滚，给我出来。妈妈，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必须立刻滚蛋。有龙卷风，来不及了，妈妈快走，快走啊。姐姐被卷进了龙卷风里，妈妈你放开我，我要去救姐姐。一切都晚了。快看，龙卷风中心好强的雷电在膨胀。姐姐，孩子，为什么要舍命救我？妈妈，孩子，妈妈在。万幸，受伤的是我，而不是你们。姐姐，都不哭了，我爱你们，永别了。不要，姐姐，你回来。仙子，该回家了。我的宝贝，魔法复原。姐姐怎么变成了小宝宝？冰宝本是冰雪圣女，不慎掉落人间。冰雪圣女，姐姐不是怪物，姐姐是仙子。我们回家了，再见。姐姐，我会永远想念你。米莉上学校，天天怕迟到。米莉，你站住！你要干嘛？把你妈妈遗留的稀世珍宝给我。凭什么？快点，我没钱。书包给我检查。不要，懦弱的小趴菜，书包还给我。滚一边去吧你。哎呦，我的屁股。传说你妈妈临终前给你留了个宝贝，赶紧给我交出来。除了一堆破书什么都没有，扫兴。书包给你丢了。哼，我的书包，这可是妈妈留给我唯一的遗物了，绝不能丢。落魄公主，气死妈妈的倒霉鬼。哼，我不是倒霉鬼，有根树杈，用树枝勾一下。嘿呀，书包绝不能丢，我保护不了自己。妈妈临终前说过，你可以许愿呀。我想长大。没问题，时空隧道，快速长大。酥酥麻麻的，一切都变小了，大长腿，大人模样，我秒变大人了。谢谢小天使，祝你好运。这下能轻松拿回书包了。今天学校组织了儿童乐园一日游，小朋友们请进。好耶，玩去喽。哇，梦中的游乐园呀，赶紧进去。嘿嘿，大人免进，都长这么高了，是大人了。可我才6岁呀。你去量一下身高吧。没问题。你超过1.3米了，你年龄过了，不能进去。超龄，您误会了，给您看我的学生证。我真实年龄真的只有6岁，我就是照片中的小女孩呀。你简直把我当傻子糊弄，赶紧滚出去。我不要，道理是讲不通了，忽悠他一下。快看，外星人。哪呢？可恶，被耍了，快出来。杰瑞，快，我要追上你啦。哇塞，大大的泳池还有滑滑梯，不愧是梦中情缘。先从滑滑梯玩起，我来喽。大人，你别下来，飞喽。不要啊，这也太过瘾了吧，我们都被你炸成翻毛机了。保安叔叔，快来啊，有大人冒充小孩炸泳池啊。别喊啊，你们给我出来。不好。骗子，立刻给我滚出去。有本事抓到我再说吧。站住别跑。我还会单脚滑哦。溜冰场，飞一样的感觉，听起来超酷。穿上溜冰鞋滑冰去喽。什么，体重超过30公斤免进，破规定。小朋友们一起玩呀，给你们来一段冰上芭蕾怎么样？是不是被我丝滑的舞姿牢牢征服了？高难度动作来喽，腾空跳。快为我欢呼吧小伙伴们。凉凉水啊，
救命啊，我落水了呀。生计又郁闷，快来人啊。不好，赶紧实施抢救。快快拉紧绳子。我不想死。咦呀，拉住了。用力爬。嘿呀，这里不适合你玩，赶紧出去。我也是孩子呀。变成大人我更惨了，是谁在哭？快告诉我米莉的秘密。我真的不知道。非逼我来硬的。莎莎之前那样欺负还是小孩的我。我要报仇，你住手。好眼熟。不许欺负人。多管闲事。我打。小矮子，你打我呀。我打，我打，我打不着啊。小短腿，你弱爆了。我用书包砸扁你。哟呵，那就用你的方式惩罚你吧。我的书包。有本事自己拿呀。我够，我够够够。这就是你当初害我的方式。求求大姐姐，帮我拿下来吧。那你保证以后不再欺负同学？我保证我再也不欺负同学了。说话算数哦。不错，书包还给你。谢谢你，当大人感觉真不错。嘿嘿，该起床了。烦人的闹钟不管了，继续睡。把家打扫干净。怎么又是这些早餐？我都要吃吐了。每天有面包可以吃饱肚子，好幸福呀。出门去看看外婆。狗狗怎么叫这么急？我跑，我跑，我跑跑跑。莎莎家的花全被狗刨坏了，拿扫把把它赶走。继续搞破坏。偷花贼，赶紧滚。我还会回来的，哼。下次来我还敢，哼。好好的花全被毁了，根还没坏，重新栽进花池里还能救活。穷鬼邻居，他在摘我的花，还全给我毁了。你为什么要破坏我的花？滚一边去。不给我重新栽好，我跟你没完。算了，也解释不清楚。我栽，给你十分钟。好委屈，明明是我帮他赶走了破坏花的真凶。好在终于栽完了，回家做午餐去。你安心等我好消息。好。什么？肯迪和别的女孩在一起了？明天见了。明天见。可不能被他看出破绽。一定要揭穿他。垃圾桶里捡树花，哄哄他。亲爱的，你在家吗？你来啦。亲爱的，特地为你买的花。你对我真好。那是当然，我的心里只有你。这花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。莎莎，他背叛了你。你闭嘴，莎莎，别相信他。竟敢挑拨离间。你竟然打我，赶紧滚，你会后悔的。快滚。这傻子可太容易上当了。你没事吧？这花怎么味道有点怪呀？是我给你特定的香味呀。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。那是当然了。属于我的特别花香。好上头啊。使劲闻。头，我的头怎么突然这么眩晕？浑身怎么这么痛？我怎么被绑起来了？哎呀，挣脱不掉啊。肯迪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琳达，该你上场了。亲爱的，干得漂亮。你们俩竟然合起伙来骗我。说你们俩是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？闭嘴吧你。你敢打我。项链不错。这是我的。现在你的一切都归我了。好看吗？你戴上比他戴上好看多了。霸占了他的家产，我们就能开启幸福生活了。是我错心恶人了。他家保险柜里值钱的更多。快，就在卧室。肯迪，你个骗子。救命啊，快来人啊。好担心莎莎。雪娜，快救我。呼救声。屋里发生了什么？不能打草惊蛇。放我出去。莎莎被绑架了。有人抢劫了呀。莎莎，屋里还有其他人吗？雪娜，救我自己。雪娜，快救救我。他们要抢我家产。小声点。我听你的。大门被锁死了，只能从阳台爬进来了。哎呀。趁那两个坏蛋不在，赶紧救人。这坏蛋下死手啊。
你快去报警。好，得做好应对措施，应对他们出来。有了，发财了，发财了！不好，莎莎人呢？他逃跑了。启动火警急救装置。啊，我的眼睛！屋里怎么喷水了？既然都打湿了，那就再送你们一块肥皂吧。地上好滑。又哪来的香皂啊？哎呦，谁？是谁在捣乱？活该，是你。你接二连三坏我好事。女人可不是任由你欺负。手，我的手捶墙了，好痛好痛。你这叫恶有恶报。琳达，快解决掉他。敢断我财路，我打。住手啊，雪娜，快快跑。莎莎，一起解决。行，警察来了。你们俩被逮捕了，回去蹲监狱。我的富婆梦啊。坏蛋缉拿归案。都结束了，忍着点，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。是我辜负了你。没关系了，好在我们都平平安安，经历生死的好闺蜜，一辈子不分开。盖章。你们想对你的闺蜜说些什么呢？魔法变。人呢？又临阵脱逃，去不去探险了你？来了来了，这一趟凶险难料哦。我不怕，我是你的忠实小跟班。那出发吧，系好安全带。星空，是星空。糟糕，磁场干扰，我们的飞船失控了，救命啊。好冷啊。这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死亡冰岛吧？不能坐以待毙，我们试着找找回家的方向。好吧，可户外急救工具都在飞船里，怎么找啊？奇怪，飞船怎么没跟我们一起掉进来？快看，是飞船，情况不妙。飞船解体了，我快被冻僵了，赶紧打电话求助。完蛋了，没信号呀。现在该怎么办？穿着夏天的衣物，我们会被冻死的。先稳住他吧，贝娜，你不要这么慌张。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只想回家。贝娜，你还信我吗？信，我信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要保证身体健康，就一定能逃出去。有了，我们先搭建一个冰屋，确保不被冻死。冰屋可行，只要不放弃，我们就一定能回家。刚好干活能让我们稍微暖和一些。贝娜，我们就地取材，把雪花做成坚固的冰砖。你不愧是智多星。差不多了。哎呀，手指全被冻僵了。加油，赶在天黑之前打好屋子。坚持就是胜利。雪儿，我实在走不动了。别放弃，就快到了。快放到地上。累死我了。我也是。一整天都没吃上东西了，再多做些砖。贝娜，跟我学，把冰砖整齐码放成墙壁。我力气比较大，我多搬几块。我要滑倒了，不能前功尽弃。哎呀，冰屋初见成效。就这样，白雪贝娜相互勉励，咬牙坚持。他们摔倒了，又重新爬起，累了擦干汗水，早日回家的信念支撑着他们。再来最后一块。差不多了，混为墙体。快来帮忙呀，雪儿！你做的什么呀？是大门吗？是的，快，我快撑不住了。撑住，就快看到希望了。冰雪小屋搭建成功，细节也要处理好，做两个小窗户通风。等等，好死板，冰雪小屋看起来像一个冷漠的大怪物。确实有点，可没有其他材料了，差点忘了，我随身携带的小包里或许有工具能助攻。喏，一支热情的红色画笔。笔也能建房子？那是当然，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。窗户也要改造一下，看起来暖和多了。我可是智多星，你最聪明了。哎呀，肚子叫了，去白雪的背包里找些食物和水。白雪，我饿得受不了了。那怎么办？你背包里一定装着最重要的东西，对吧？你还真猜对了，我还真带了一个绝佳宝贝。是好吃的吗？
你快给我，可算是有吃的了。什么？一本相册？无语，野外探险你带相册有什么用？别生气嘛，我再找找。没有啊，这下完蛋了。太好了，我们有救了。是面包，我们的食物不多，一人吃一半。我等不及了。最幸福的事就是能吃上半块面包了。快听，远处是什么声音？糟糕，暴风雪来了，快跑啊！快跑，来不及了。做个灯。第二天，可算是熬过了第一晚。快看，又下了很多雪耶。雪花堆在房顶上，冰雪小屋更温柔了。我们做一个信号塔吧，这是能与外界取得联系的唯一希望。可行。一想到能回家，我就动力满满。我也是，先做一个信号塔轮廓，看起来有点像了，再精雕细琢一下。天哪，忙了半天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要罢工。不能就这样轻易放弃。有了，走，找工具去。这冰天雪地还能利用什么？雕刻笔啊，树杈，木头可接收不了信号。快拿着，用树杈把冰块打磨成信号塔不就可以了吗？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，我又动力满满啦。冰雪世界的冰块真的比地球的冰块要坚硬好多。都刻了半个多月了。成了，信号塔成了。贝娜，我们做到了。机长，我们创造了奇迹，嘿嘿。快看那边，是人类美食。一定是人类接收到了我们的求救信号，感谢自己，最绝望的时刻没有放弃，为自己争取了回家的希望。妈妈，我们约定好了十一放假一起去看外婆的呀，你骗米果。以后再也没有妈妈可以给我梳小辫子了。米果，吃饭了。爸爸，是不是因为米果不乖，所以妈妈才走的？不是的，孩子，得填补女儿缺失的母爱。有了，宝贝，走，爸爸带你找妈妈去。寻找母亲，寻找有爱妈妈，马上你就有妈妈了。好闪耀，我是超级富豪妈妈。好精致。又来人了。对不起，我来晚了，我是穷人妈妈。天哪，她浑身上下穿得破破烂烂，好寒酸啊。好臭啊你。蹬自行车出了好多汗，可米果宝贝并没嫌弃我。宝贝，妈妈抱抱。谁同意你当她妈妈了？妈妈好。米果，选富豪妈妈。宝贝，跟我走吧，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怎么给孩子好生活？两位妈妈都别争了，公平竞争吧。我势在必得。那可不一定。保护好自己，爸爸去上班了。爸爸再见。路上小心啊，等你回来看我怎么收拾你。又吵，哎呀，我肚子饿了。给米果做个最豪华的。我想到了，有办法了。我的材料比较少，这五花八门的材料。哦对了，完全没思路啊。给孩子做一个妈妈味道的早餐，伴有舞蹈的拉面，快乐感满满。一碗美味的手工鸡蛋面就做好了。这么快就做好了，休想赢我。做饭实在不是我的长项，可我有钱啊。喂，是外卖员吗？我要一份汉堡套餐和披萨。顾客你好，这是你的餐点。钱给你。谢谢，祝你用餐愉快。没有小朋友能拒绝汉堡炸鸡腿，嘿嘿。先吃哪边好呢？这边的美食更诱人。哇哦，果然很美味。不错不错，我喜欢吃你的早餐，给你满分。那选我做妈妈吧。先别急，情况不妙。我尝尝您做的面条。别忘了，米果可是有严重洁癖呀。蟑螂炮弹，闻着好香呀。碗里是什么呀？天哪，蟑螂，你不及格。怎么会这样？通过这次蟑螂事件，米果肯定恨死他了。怎么会突然出现蟑螂呢？太不讲卫生了。宝贝，怎么啦？他用蟑螂整你，你来我这边吃好吃的，把垃圾扔给他，狠狠地报复他一下。都听你的，让你欺负我，哼。开始行动。还是你的鸡腿更好吃，让你整我，我丢。好可惜啊。啊，干嘛砸我？这就是你欺负我的代价。看来我失败了。米果，你刚刚的表现简直太霸气了，90分，和你的早餐一样优秀，嘿嘿。等等，冰箱上面是一大筐溜溜球，我想到个一箭双雕的好主意，快听我说。你说，我们跟他玩抛球，我和你一对，他输了正好让他离开。好，我可不要这个臭臭的阿姨做我妈妈。嘿咻，我拿到了。
臭阿姨，又干嘛？快接球！不要啊！我的脑门为什么砸我？受不了的话，你可以放弃竞选妈妈呀。米果你，你是时候该离开了。灯怎么突然一闪一闪的？不好，吊灯要掉了，要砸到我了！小心啊，米果！不要，孩子快躲开！米果，你怎么样？茉莉妈妈，你舍命救我，赶紧逃！我可不想坐牢。我送您去医院。来，来不及了。不要。不要让我承受再一次失去妈妈的痛苦，醒醒，醒醒啊！我选你，我选你。怎么会这样？茉莉看起来很虚弱。米果，快，得赶紧送茉莉妈妈去医院。等等我，您一定要醒过来呀！孩子，孩子有没有受伤？米果，我们都平安健康着，太好了。之前我联合富豪妈妈欺负你，你却不计前嫌舍命救我。茉莉妈妈，我错了。孩子，蟑螂是一场陷害。我就知道你不会害我的。谢谢你相信我。我要补偿妈妈，有了亲手为妈妈做的礼物，那一定珍贵极了。哇哦，秒变冰雪女王哦。余生我会守护好孩子。